我做运动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这是我的名字啊，王强年。我目前的工作地方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 El Monte 的中医部门啊。中医部门有两位医师，一个是赖医师，赖义贤医师，一个就是我。好，那我目前还在中医学校教推拿，还在教一些 body soft 的这些工作。那我今天呢，用《青山无声》这首歌，这首曲《青山无声》的曲子啊，然后跟大家来互动一下。OK， 好。这些呢，跟刚才的运动都有关系。这些呢，就是在治疗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做一个活动度的检查。活动度检查会告诉你是哪边的问题啊。那每一个活动度呢，都代表的一些问题在里面啊。这就是我在治疗之前，这一张呢，就是十个运动啊的一个顺序哈。从大家可以看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如果你都完成的话，那我恭喜你十全十美，你有一个健康的肩膀。如果能只能完成其中的两项到三项，欢迎你到门诊中心，我们有 Alhambra， 有 El Monte， 还有 Wilmington， 好、跟医生互动。如果你只有两个不能完成的话，你做完这个运动你一定会放松的。好、那这个运动已经代表了前。后外内外旋内旋后伸内收前屈内收上举屈肘上伸十个动作，哎，有没有完成的话就叫十全十美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十全十美。恭喜你，每个动作都完成，你真的达到人生的目的。这个可以用很多了，可以用很久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就开始。用青山无争的这首曲子来开始互动。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可以看看青山无争的这个词，也非常的美啊。OK， 对对对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，来，青山无争，青山无争。对，这个。就是这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再回到那个图。歌词非常美，你们边听歌边听歌词边看我做，然后我们大家结合起来，然后这个就跳到运动去了。好，在还没运动之前，先听听看，非常美，真的非常美，这个可以让大家静下来。好，青山无争这个字呢，把没有山的话呢，就是静。就是安静的静啊，那做运动之前该怎么办？静下来。好，然后大家听这个音乐很美。然后第二句呢，福田用心耕，就是思，静思的思，安哈，思念的思。所以这首歌马上就开始，我们时间还够啊，听一下下。你看手语美不美？福田用心，无忧无求无悔。其实手语也是肩膀运动操，哎，大家有没有看见？好，来看，我们先用手语好了。大声一点。大声，对，有了有了，已经太大声了，有了这个，喘息，停掉。那我们开始，生命，伟大，学习，谦卑，守备，不见。这也是肩膀运动哦，菩萨，宽，
更广。希望、实际、耕耘。好，很美，对不对？静下心来，我们开始要做运动了。听不到吗？再大声啊！太大声！再大声！好，好听哦！好听啊！好，好，刚才有做过这个手部的运动有没有？弹指，好，先给它 warm up， 弹出去。是哈。好，好，要开始了，做手部健康操。我们先不要看图，啊，等一下会放一下图。心怀感恩，珍惜拥有，让我们的世界合起来，用力，见证。手张开，用力，放开90度，用力，要有点力哦。好，学习谦卑，谦卑就是这手过来，这手过去，有没有？谦卑吧，好。这个要摸肩胛骨，这个要摸。按脖子，更宽，把胸大肌打开，全部打开 ，take a major， 手肘在后脑勺，手肘在后脑勺，吃记，手交叉，再交叉。收进来，放松。记不记得这个？福田。好，换手。无忧。来，慢慢的，慢慢收尾。好，我们还有10分钟。这个好，大家都可以学到。我放一个东西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个。这个就是我们强调，刚才之前强调我没有放出来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手太阴肺经，这个是心，这个是心经，心经中间叫心包经，大家记不记得？我再做一次给你看。我如果要到肺经的时候呢，我的呼吸到哪里？到我的肚子，看一遍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肚子之后呢，走到大肠。走到手，这个叫做手太阴肺经，怎么做？看我一下，吸口气，大拇指是我们的肺经，所以你在做这个云手的时候呢，你的重心要放在这个大拇指。好，再一次，吸口气，继续走。这个高度呢，就是你手背的静脉要看不到为止，这个决定你的心脏的血管的回流。有些人要这么高才看不到，就举这么高；有的人轻轻的举起来就看不到。这个叫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手背都有一个浮起的静脉，有没有看得到？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可以举个手？我们陈福明医师在那里，张医师在那里，我们有前里面都有卧虎藏龙的医生在那里，不知道就问他们。这边有个手背静脉，手背静脉举到高度要高到你看不到，是平的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看不到。好，
肺经，吸一口气到肚子来，继续吸的时候呢，手就上来，吸饱了对不对？转过来，先吐个气。好，心经到大脑去，好，增加你的记忆力，延缓你的失智症。所以吸口气到胸口，意念把它这口气送到你的眼睛，你看，手上来，然后到你的大脑，手下来，重心点在小指头，这是我们的心经。好，你要练习失智症，练习你的记忆力，最近好像有点忘记了。至于胸口的问题，心脏血管的问题呢，来吸口气，吸到这里，同时一条路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，所以这是我们胸口的三条经络。所以除了这个云手以外，云手是带动你的气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有气，然后才能够到你的手上去，而不是只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做多了，这都是完全 muscular 的，这是肌肉的运动，你会很累。好好，我再做一次哈，我们做肺经，大家一起去想肺，你吸一口气要吸到肚子，然后再往下走。好，我们来练习比较 detail 的，吸一口气，来，大家吸一口气到肚子对不对？再吸，手就上来，吸饱了没有？吸饱了反过来，看不到静脉为止，看不到自己的静脉，同时吐气。这个运动是你的呼吸永远比运动先，这样子清楚，而不是吸到最后你头都晕了，你的氧气不够了。好，记住这个呼吸，第一个我们先练肺经，吸一口气到肚子，到胃，往下走，手就上来。吸饱了没有？吸饱了手反过来，看不到静脉为止，先吐一口气。这个叫锁探肺经。好，虽然我在做这个动作，你也不知道我在做哪条经络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做哪条经络，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做哪一条经络。今天我想要我的大脑的记忆力，请你重心点放在小指头，重心点吸口气到眼睛去，到大脑去。好吧，注意力在这里。好，至于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人，对不起哦，我先比一下，在中指哦，这是中指头，中指头就是我们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意思就想象。这样清楚吗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，重新开始，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左右手都 OK。左手都 OK。哦，通常我们做完运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检查哪只手比较紧，就做哪只手。你左手紧，左手就先做。你右手紧就右手先做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这个经络大家可以学习一下。那我们回来音乐。好，看着图，大家开始云手好不好？你要哪条经络都可以，你要肺经、心包经、心经，自己决定啊。像葛医师就两只手云也很好，喜欢两只手的哈，可以两只手就两只手。喜欢活动的还记不记得？可以走。对，放下是吐气，先吐气再放下来。继续云，青山无争，我们还在云啊，可以单云。先把自己的气先练出来。右手完了可以，左手。心怀感恩开始了。用力，肩膀缩起来。打不开，见证。
手打开，好，用力抓紧，十指，无私奉献，展开往下九十度，好，抬东西，用力，好，来开始学习谦卑，这个要上来，这个要过中心线，手肘要过中心线，要摸到肩胛骨。菩萨，捏捏脖子，手张开，再开，手肘，实际，手心对手心，手心对手心，慢慢的。好，弹指，弹出去哦，弹出去哦，哈，要好。如果你的脚是方便的哦，你可以踮脚；如果脚是方便的啊，如果脚会痛就不要啊，也可以哈。这个20秒，15秒，把它弹出去，把不需要的都弹掉。哎，对，很好，你看。还可以跳360度啊！啊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不要马上放下来，不要开始了，慢慢来，伸直，这次把它伸直，缩起来，伸直，很抱歉，后面伸不直，打开，握拳。很美哈，见证。用力，打不动的，打开。好，把重责大任提起来。大家都提起来了哈，然后放回来，然后学习。这手在中心点，这手要摸到这里，中心点。摸到背后，按脖子，更宽，把胸大肌打开，打到最开。好，姻缘，手肘在头上面，手肘在头上面。好，直记，贴耳朵，手心对手心，手心对手心。大家都做到了，十全十美，知道哈？好，弹指放松，好放松，这也是放松，看到？好，也是放松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就已经完成了十全十美。今天就到这里，那下堂课开始，谢谢大家。